飞利浦气炸锅，红宇航花枝虾排气炸好了，吃得到虾肉还有花枝块、朦胧鸡块，滋滋作响，感觉好好吃。
上这次气炸锅开箱试用就分享完毕啦。目前我每周都会发布影片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再麻烦帮我订阅一下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的新片通知啦。